大家好，我是软软。你们看标题应该就知道我今天吃什么。我今天吃肥牛泡面，就是我昨天在逛超市嘛，然后看到有那个金汤肥牛面那泡面，然后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吃酸汤肥牛这样东西的，然后它那个泡面的封面就上面全都是那个肥牛，所以我心想，我知道它里面肯定不会有这么多肥牛，但是。就是有一个灵感，就是想还原它这个泡面本身图片上的样子，就是还原，把它还原成它，就是他们封面拍的那个样子。然后就这样子，我把牌子给挡掉，就把品牌给挡掉，就它封面是这样子。你们看，它封面。是上面有很多很多肥牛片，然后我这一碗里面煮了2包泡面，然后我也就放了2大袋肥牛，就是感觉就可以差不多就是它图片上的样子。就是这2包肥牛是48块钱一包，然后2包的话就是96，将近100块。然后我买的是超市里面比较贵的那种肥牛片，因为那种不好的太敢相信嘛，就买超市里比较贵一点的。然后这里面2包泡面，这碗是比较大的，这个有点视觉效果吧。现在有点汤有点干掉，赶紧吃。我个人觉得他们就刚煮的时候尝了一下，我个人觉得他们这泡面不是很好吃，就是没有金汤肥牛的，就我感觉它虽然叫金汤肥牛，不叫酸汤肥牛，可是我觉得这种酸的更好吃，它。只有它的醋包只有几滴，放进去以后热气一挥发就没有了，就一点都不酸，不酸不辣，然后就一股有种红烧牛肉面那种感觉，只是换了个颜色罢了。这个肥牛片就是100块钱，虽然感觉不是很多，但是它这个肥牛是属于品质很好的肥牛，就是我们现在超市也就买得到这个牌子了，很多牌子都买不到。其实我每次，其实就是假借拍视频的名义，名正言顺的狂吃肥牛罢了。为什么会有肥牛这么好吃的东西？我小的时候其实更喜欢吃肥羊，长大才喜欢吃肥牛的。就是只有自己这样煮，才能煮到这种一筷子可以夹到牛肉和面一起的这种感觉。吃这种方便面就不要指望它里面有什么肉了。平时自己家里煮泡面，就会放肥牛片，然后再放一个蛋。这个肥牛片我今天没有煮得很老，就煮得比较嫩。哇！这样一大口好爽啊！嘴巴里面满满的全是那种肥牛的香味，一口面，一口肥牛。
其实我本来想多煮两包面，但是觉得这个肉太扎实了，吃了怕自己就是那种吃伤掉，吃蹲住，所以还是就煮了两包。它这金汤和牛肉面真的是有失，就是有失这种金汤的灵魂。它只不过就把汤弄成黄的，味道吃起来就和那种红烧牛肉面差不多，就是胡椒味更重点，然后略微有一点点酸，完全就不是那种酸汤肥牛该有的样子。其实酸汤肥牛还是应该自己做，就买黄辣椒酱，然后和金针菇，然后还肥牛一起做，自己做。肥牛一定要吃热的，哇，这口吃得掉啊，看你再试试看啊。这个肥牛片我是自己另外煮的，然后是水开了以后进去涮的，所以它特别嫩，然后我还在水里面放了一点点海鲜酱油和那个黄酒，所以这个肥牛片现在很香很香。我不喜欢把它跟泡面煮在一起，因为煮在一起了以后就一起煮的话，就是它会出那种血沫，而且会变得很老，然后我觉得整个面就会很恶心，然后我喜欢另外煮，煮好了再加进去。其实我本来想还原成它上面的样子，想再放一个青菜，因为它上面有一根青菜，但我忘了。嗯，我觉得煮一包泡面就要放一包肥牛才能还原成它这个泡面上的样子，因为我煮了两包泡面，我就放两包肥牛。所以它这个实际上是和食物和这个照片是完全不符的。不过方便面不符合也是大家心里面都心知肚明了，怎么可能符合呢？对不对？符合了要么你就里面弄得很豪华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要么就外边弄得很简陋，包装很简陋，那谁会买呢？其实我吃方便面，不知道大家和我一样吗？我不喜欢吃那种花里胡哨的新口味。其实如果我要吃，我还是会吃最经典的那几款。因为我每次录视频，我们家猫就蹲在旁边。你又不吃，你看什么？他又不吃。我们家猫真的被我们家狗欺负了，就我们家狗喜欢，就是在我玩游戏的时候，他们喜欢就靠在我脚旁边嘛，然后他们就不会让咪咪踏入我房间半步。如果咪咪进来，他们就会用头把咪咪撞出去，所以咪咪就是根本进不了我房间。以前其实还好，自从养了两只狗以后就不行了。
就我可能是 B 站最喜欢吃肥牛的人，我真的好喜欢吃肥牛，我的妈呀！底下其实蛮辣的，因为有很多胡椒粉。我觉得方便面那个粉不是粉包，就方便面那个菜包里面的那个牛肉特别难吃。那可能是因为有了这么好吃的肥牛做对比吧。之前有人问我这什么咖啡，这是四周咖啡屋，然后我从小到大都爱吃这个咖啡，就是那种有点很甜的那种咖啡，然后口味比较老实，就不是推广啊，这不可能找我做推广，就是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，你们可以查一下，反正这个咖啡在我家附近的超市是很常见的，基本上任何地方都有卖，小卖部都有卖。香港品牌始于1971，哎，我一直以为四周是日本的，四周是香港的吗？啊，就这样吧。反正我特别喜欢喝这个，就因为我个人喜欢喝那种比较假的那种速溶咖啡，所以这个就是天菜。因为雀巢我觉得喝了会很酸嘴巴里面，这个就不会，而且这超好喝，超甜，就是很不健康的咖啡。啊，这么第四周好像不太好。那我这期视频就录到这样了，你们如果愿意尝试的话也可以像我这样尝试一下，就是这样子的肥牛，我觉得这样肥牛面真的很好吃，就是把它整个泡面从一个很 low 的地方拉到了一个很高级的地方，因为有这个肥牛真的很好吃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汤一般般吧，不能对泡面有太大的要求嘛，对不对啊？反正还挺爽的，其实就等于在吃肥牛，很爽。